好吃牛排，看到我们在户外就知道今天要来点不一样的。今天是我们的2月9号，我们牛小排的生日，他满一岁了。我们来到了我们台南的如金堂，不错好不好？举办我们牛小排的抓周，到这里。哇，尊龙抓周，各位牛小排小宝贝，巴巴有够帅，暂时不对外开放。在这一年呢，我跟牛小排培养了一个深厚的情谊，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脖子，喂，各位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摄影师，我们的手艺哥，嗨，还有我们的主持人。哦，来你们这里抓周都会有主持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个场次都会有一个摄影师跟一个主持人全程。好，那今天就麻烦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看看，好多台相机哦。大明星现在已经不是对着他。对对啊，你看这大家都对着他。为什么要准备带过你？对啊。哎，大家的审美观有点问题。没有关系，我接受好不好？我们先来帮我们牛小排换衣服。现在天气很热啊，就是看要不要直接让它整个脱光光，然后直接套这个，我还要穿鞋子。对，鞋子的。穿鞋子，鞋子也没有分左右脚。对，来哥。那我养的很好。真的真的，我好有肉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换衣服了。哇，好像当机了，要不要顺便换尿布？你的员工，哎，这样对吗？开工红包，好像当机了。上来说一说那个三太子，三太子。会长，你一年之前穿鞋，你看，你要这样，爸爸要走喽，爸爸走。哦，从前面带，盖上去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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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身了上身了上身了。有没有要问的要乖一点？有要问是的。真的好。好，那我们牵着牛小排往前走喽，好，往火鸡里面来哦，来哦。下去了，非常，该不会要走到底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到了到了。为什么要敲锣呢？因为古时候的习俗都是从敲锣开始，我们牛小排的抓周也从敲锣开始。一走，谢谢锣长，请敲锣。带着走了，而且我们大家都扛这个，扛着走啊，应该可以带回家。很多吗？好好好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希望我们牛小排以后长高可以长到多高？多高？180。大家跟我一起念一次好不好？大梦菇，胖胖大，大家爸爸哇耶！哈哈哈！所以真的100多年啊？对啊，因为以前啊，一般人家的摇篮都是用那个竹子编的嘛。哦，有钱人才做。对，有钱人的木头做的。很贵，是不是想带走？我想说放在这里哦，比较挡位置。对对对，比较挡啊，所以可以吗？可以带走吗？可以可以可以啊。可以，有不到有不到。OK 哈，那我们等一下大家一起念。虎爷兵，虎爷平安，虎爷出门。汪汪虎堂。
爸爸赔不起哦，你不要。看来他功课不好。OK。看来牛小白的功课不要太要求。飞不起来、啊。对，飞不起来。过来摸爷爷的脚好了啦。很臭。因为爷爷是属虎的，老虎脚好不好？来摸老虎脚吧，来。摸虎脚，前夜飞鸟。抓周喽！啊，抓周！重点来了，好像拍了三个小时。刘小白的微抓周正式开始啦！要去哪？滑鼠吗？这是滑鼠吗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花生？为什么你要花生？哈哈哈哈哈！一、二、三，花生！花生？花生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解释啊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你刚才不会做生意啊？哇！来，最后一个，再选一个。球球？球吗？球球吗？球球！耶！遗传握力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那一车大概60公斤。哎，快学牛小排的、啊、哦，祝福他，对不对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你从年轻写到现在，在写天天开心。对呀、啊，天天开心。你看呢、啊？哎，牛小排带回家了，哇，再吊起来的呢，牛小排。任何地方都可以绑，然后这个可以踩上去。好的，谢谢。不会，啊，那可以剪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了解一下，了解环境。他们都绑很高哎，我可以绑啊。没有遇过，我没有遇过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那怎么绑到那么高？用竹竿套的。哦。是想挑战吗？我觉得我们不要去人挤的。太漂亮！我们牛小白是住独栋。痛了 ，OK， 独栋的好不好？哇，他们准备了蛋糕。哇，你看，前院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啊，是我。